那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鸡啦 ，OK， 嘿，叫婆罗门鸡，好可爱，你看它穿靴子，对啊，它的那个脚还有毛哎，因为它是寒带，嗯，因为寒带的地方它就会穿马靴，那像隔壁，对，隔壁是热带的，它就光脚，哇，真的啊，都没有穿，鸡都不太一样，对对，哇，这是全世界最黑的鸡啊，哇，好帅哦，很漂亮，但是我们家最可爱是这个啦，全世界最臭屁的鸡啊，臭屁的鸡，对，我们拿出来看一下。叫塞拉马，塞拉马，塞拉马鸡。对，我们让它出来看一下，它等它出来的话更夸张，很臭屁哦，很可爱啊。对啊，你看很臭屁，走路都这样。就是这么大吗？哎，还是这是它已经最大只，最大就这么小。对，它难怪这边那么多宝石。对，各式各样的鸡生出来的蛋一定会有不同的颜色。对啊，你看很臭屁，走路都这样。对，我们等下把最大跟最小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哇，它的差距很大。哇，好大一只哦！那来，我来比较一下。对，我们等一下，我把它放在地上，没关系，让你看一下。太多了吧？对，没有味道哈。哎，真的，完全是超干净的。地上啊，有我们有放了一点味道没有？它有刚拉的大便，它昨天的就没有了。它自动会分解掉。自动分解，完全不臭，益生菌啊。对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勺子的饲料哈，然后起来把它放这边倒进去。好。对，一个倒一个两个就可以。它一天要喂它们几次？基本上一次就够了。一次就够了。一般它现在这种天气大概吃100公克一只，越冷的话吃越多，越热吃越少。对。那最热的时候吃到60公克而已。哦，为什么要用这个？哦，因为它这样的话，第一个老鼠才不会上去吃饲料。这边还有老鼠？老鼠一定会有的。但那鸡这样吃的话，它才不会把饲料都撒在外面。哦，它们只要垫高，用啄的，有一个设计，可以用啄的。对，哦，了解了解。这个鸡我好喜欢。对，这是全世界最黑的鸡。这个叫什么鸡啊？西马尼。西马尼。刚看外面就是鸡中的领保坚尼。蓝宝坚尼。蓝宝坚尼。为什么？它是全世界最黑。不是因为它跑很快吗？不是，它是。800多年前有一个老外去印尼养那个乌骨鸡，那有一只突变种，就是特别的黑，他就把这只做成遗传，就做一个系统下来，我们叫选育的技术。那它黑的话就氨基酸最高，微量元素最高，那应该不便宜。对啊，那个印尼一对要10000美金。一万美金，对，一万美金，厉害吧？大概30万台一只啊，28万多，28万，对，目前来讲，就跟车一样，差不多，哇，很贵。我们叫机械的蓝宝坚尼，这个第一个喂它，我觉得非常合理，对，因为它是对不对？鸡中霸主。好，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鸡啊，比利时科金球鸡。这个一天大概会到110公克，多一点啦，左右多一点，就比较大。哇，对，就我这上面，这我这上面也是另外的，上面是鸽子，叫风帽鸽。哦，他们都是共生的。对，它在上层，鸡在下层。他们是很怕冷，是不是？他们还有那个围巾哦。对呀，对呀，它是最臭屁的鸽子。哎，长得很帅。它还没长大，它长大它鸡冠会很大。现在还算小朋友。8成大。长得好特都可以食用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在比利时吃的。乖好，还是会怕怕的。好，你们吃，不打扰，不打扰你们了。乖好。OK， 下一笼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下一个。继续喂。好，现在要喂的是小丑鸡，西班牙的国宝。它脸是白色的，像我们的小丑一样。有，像 Joker 一样。它现在这次是年轻的。OK。它越老的话呢，它的那个脸的白色越长。它会比这个多一倍以上。这个脸的颜色真的像是画的，画上去像化妆一样，国剧的那种脸，有吗？对对对，这叫小丑鸡。Joker Chicken 啊。Joker Chicken。Joker。然后我们看到上面那个是鸽子。对，这是肉鸽。白鸽。那这种鸽子大家就是以食用为主，肉。对，肉用的，因为香港都讲一鸽胜九鸡啊。哎，是一只鸽子胜过九只。你胜过九只鸡了。我胜过九只鸡啊。一鸽胜九哦，就是表示说鸽子的价值。对对，那鸽肉的那个营养价值比我们的鸡好九倍。因为那个鸡有点像那种，我们看那种斗鸡有没有？印尼的丛林鸡，对，它很善于打斗，很善于飞行。哦，这个鸡会是会飞的，这很会飞，就战斗鸡。对，它很瘦小很长，你看。那它会不会啄人呢？哦，它很凶啊，很凶。在东南亚，他们都用这种丛林鸡跟斗鸡去杂交，那训练成为最打斗的又专用的。难怪这里有一层网。对，因为会飞的都养在后面。对，这么多鸡啊，太多种类了。
有，刚刚不是问大哥？对，全世界大约有超过一万种。一万种。可是这边他选的一百种是有特色的。特色差异很大的。对。那在这边养的话有没有难度？比如说遇到一些什么寒带什么难度啊，就不要管它，给他们一个干净的环境。对，环境越好的话，它就越健康。对啊。这个是更特殊的。哦，漂亮哎。慈禧太后吃的鸡。慈禧太后吃。慈禧太后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鸡了。以前是皇宫才能够养哦，民间不能养的。所以它的外号叫宫廷鸡。对，它的特色是嘴巴是黄色的，脚是黄色的。对。那那个毛是白色丝羽。以前的鸡哈都是羽毛都一片的，嗯，那就是丝毛的。对，它的毛。所以以前他们看到这个毛就认为它很稀有。嗯嗯嗯，现在也算很稀有，而且贵气迷人。对，这个也是到现在还是很稀有。这个罐有没有？因为大陆没有种的。老板，那我们要接下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去捡蛋。哦，捡宝石了 ，Let's go。走，宝石。谢谢，不一样的鸡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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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个感觉就迎接我们的，一下一样，谢谢，哎呦，哎，真的，你看每一个都不一样颜色，他们生出来的鸡蛋的颜色都不一样，对，一拿生这个颜色的，龙生这个颜色，是，对。随随便便拿三种就是不一样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都可以拿，对，都可以拿，对。这个比较粉，有点粉粉的，这比较偏米色，偏米色，对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水球吧？一般的蛋要成型要四天，这是第三天的蛋，那因为它惊吓，所以就生出来了。早产，对，也算，对，早产，但是里面是可以吃的，可以吃。这个我们叫软蛋，软蛋，软蛋，这个凸出来也只是它做蛋壳的一部分。一个是显性，也是隐性。哦，就像你看这个蛋哦，有的是光滑的嘛。哦，基因的问题。对，你就放在这两颗，这个很亮，这个不亮。这个是一个显性跟一个隐性，是。对，这边有大概有多少种这种宝石？你说我们的鸡吗？对，我们大概六七十个颜色。六七十个颜色，真的是可以比出来。对，阿勇2万多只鸡，想要什么颜色，然后就尽量去搭配。对，这是我创造它的，你可以设定它的颜色。对对。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哇，送给你，这个是你们刚刚画上去的，它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那一只鸡，它生出每一颗都会有这个爱心。哎，没有这么像心呐，这是意外的惊喜，撞出来的。哦，然后你要记得说，哦，是你是哪一只鸡？这知道是哪一只鸡？我们这只鸡把它拿来做育种。这个情人节很好卖，那很重要。这些宝石算是采到，算是相当丰富了啊。还有什么惊喜可以用？哎，这是来自外太空的外宝石。这个可以抱看看，石头抱看看，对，这个石头吗？对，哦，这有重量，看见你是不是看？但是要小心腰，它比一般的石头更重，要小心腰。这搬的时候不能用腰，对，一定要用脚的力量，脚力量，一动要全重，蛮会讲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搞什么东西？这真的蛮重的。你看我刚刚是很重啊，不是在演的。这个大概几公斤？53公斤，对吧？真的抱一个人呢，它的密度是不是比一般的石头？对，它是镍铁陨石。镍它会密度会比一般的没有镍，那有铁跟镍的成分，铁跟镍，铁大概会占90%。哦，那这磁力应该很强喽。对，所以那个如果你用那个磁铁啊，你可以拉看看。哎，哎呦，有夸张吗？这个是可以转圈圈的。这不会掉下来啊！不会。来，你先拿着哦，你看多重？我这个蛮重的。对，快2公斤。哦，快2公斤。对，它有很多功能啊。嗯。像你喝咖啡啦、喝茶叶啦、喝水啊，都可以放一颗进去，那味道就改变。你说这个放到咖啡里面？对，味道就改变了，一秒就改变了。那你放了1分钟，那差异更大。啊，这个是有煮过的，因为一定要先把它煮过。消毒啦。对，因为它掉在地球已经1000年了以上了。对，就是刚刚那个镍铁，对，它颜色开始会一直改变，对，颜色有改变吗？哎，会比较淡，慢慢的一直淡。没那么快吧？有啊，但是口感会差异更大。先喝陨石，先喝陨石，先喝陨石，好喝，再喝没有的哦，微苦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放陨石的，呸，不好喝，呸，就比较是真的会比较顺，真的比较顺，哎，对啦，苦味、涩味，茶叶一样，哎。那酒差更大。
哦，酒差更大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会怎么样吗？酒会把辣味不见。这边石头有在卖吗？啊，有啊有啊有啊。等下跟你，这是我卖三十几年的。够。但是你这个陨石都是去哪边？这大概是西藏的，早期从西藏进来的。而且都是说超过1000多年的。对，最早都有几百年到1000年，真的是大开眼界，让我们看到这么多颜色的这个鸡蛋。我从来不知道鸡蛋有这么多颜色，冠军宝石。对，而且又看到那么多鸡，对，好多不同种的，100多种，100多种。谢谢谢谢大哥啊，那有没有这边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们去打工？啊，我们最有名就是花野菜干永乐社区。哎，你跟花野菜干很有缘呢。永乐社区上次，这个鹿港有三宝，哪三宝？鸡蛋，鸡，还有花野菜，也可以加入哦。可以啊，在新鲜的食材回去给诸位，好吗？好 ，OK。最后再谢谢大哥的咖啡，我们就干了啊！谢谢大哥。彰化这边对不对？也是花椰菜大众的。对，这边就是帅哥出帅哥。OK， 这位陈武，哦，菜的金城武。哦，五哥，你六，五哥六。这位是花椰菜界的刘德华。哦，德华。这位是花椰菜界的周润发。你真的都认识啊？都认识。卖软控的，人家我相信他们应该不是都没有理你。而且厉害的是，我们聊了那么久，他们完全就不想理我们。他们很认真的在弄。大哥大姐你们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一哥来了。哎，理事长，你属定了，你属定了，哎呀，金銮啦，很好记嘛，金銮，哎，第二，我们是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这边是花椰菜的大众嘛，产地嘛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来帮一些什么忙？对，我们可不可以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得上忙？花椰菜外向胖啦。爱倒退路啦，爱倒退路对吧？我唔知，你看你等下，我看你个技术看安怎咧。我觉得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会啦，我真的晒过。什么意思？爆竹啊！啊，爆竹啊！插秧啊！插秧才是倒退路嘛。啊，这拍这高丽菜干，没有高丽菜干，花椰菜干。啊，对啊，火。不是高丽菜干。火啊！是在讲什么干啦？然后就用陈汉典嘛，哎，德华，德华认识你，哈哈哈哈哈，有大礼，有大礼，我们得期待叫小米，哎，叫我大礼，我叫你啊，叫我大礼呢，我是你的偶像，我是你的粉丝啊 ，yes。你们今天切好，其实我们就可以帮忙，我们一边去晒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哦，你哪边来倒沙缸，我上欢喜。我们来打工啦，打工，好不好？这到底要拍多久啊？哎，拍14天。哎，来，饭店来。好，来，这拍这吼，花椰菜干吼，哎，安尼哦，哎，有一个距离啦，啊，你要把它分散开来，安尼就会晒，安尼哦，你往头做安尼，你看，哎，好像可以哦。对啦，安尼你看。哦，水啦，啊，不过那唔知要头我当时哦。啊，你要头当时。就应该是整盆倒下去来晒。对，是吗？系啊。啊，你水电在示范起来。啊，无咱吼，就是安尼吼。安尼哦。哦，这个对啦，比较快啦。安尼分散一下哦。你倒退路，对啊，倒退路诶，是倒退路。水嘛，赞啊！阿伯阿公赞。赞啦。我干，我阿伯，陈武，哦，这是五啊，哦五，谢谢五。哎呦，水，哎呦，水不？哦，水。你刚看一归合，你也知。今天嘛是不老英雄。哎，不老英雄。哎，来我副团长。副团长。哎，我是副团长。副团长。副团长。哎，大哥，你几岁啊？22年次。哦。那我们才按多少岁啊？89。高涨了，快点跟他跪着告你。安尼就会使哦，阿你。好啦，等下我带恁来吃大餐啦。啊，这样子就可以吃大餐了。就这样甩两下。马紧，等下哦，阮遐吼婆婆妈妈吼在做饲脚粿吼，看安怎做，先做做，咱才有法多吃。什么粿？饲脚粿。哦，我知道。饲脚粿。刺客。国语的鼠曲草，鼠曲的台语刺客，嘿，对，这个没听过，你有听过吗？我没听过，
愧为彰化人。那我们去看看，就帮忙做事。行，那来做干嘛？秋兰姐带我们去。哦，走，这就是我们拿拍婚纱的地方呢。哦，哎，这是我们的拜堂的。哇，那真的是如果带女生来这里，来，另外这也在高堂，坐在这，拜堂。哎，那就坐吧，一哥，你就就近就坐了。没有，我们是高堂哦，还要在这黑。我要在这边是不是？对呀，黑呀。对，很好。哎，我跟你结啊。哎，阿丽啊，阿丽，哎呦，带女伴吗？没有，现在还没有。我单身啊，阿伯青鸾姐你来啊。啊，我这高堂嘛，那也才够这女伴哈。不是，提供一个，你下次找到女朋友。好，下次。好，下次预约。我交到女朋友，我再过来。好 ，OK， 一定的。我可以当你的高堂。OK 啦，睡啦，老公。这真的拍照是很好的。对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喜气洋洋。对啊，你看。来来来，个唢呐，哎，对，唢呐，这就本来，哎，不，啊，这是借位而已啦，哈，啊，这个哦，大中小安尼背开啦，哎，囡仔安尼吼，可以再拍照，对对对，来来来，你比较大，我这个比较小，你坐后面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不是这样，天哪，哎，不是的，对，可以拍完美照，来来，完美照直接来拍，来来来来，对对对，我们借位哦，来来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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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等等，嘿，啊，你有摇无？我有摇摇呢，你等一下我拍。一定爱摇的啦，对啦，有人爱分，啊，来来呗，开始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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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怎么会有一个轿子啊？可以进拍照哦，这个也是，对。进来一下啊。哎，可以坐，可以坐。上去不会坏掉的，你放心。哦，那这个还可以提供人家拦轿喊冤。对呀，包大人，包大人。